登场前先精神喊话。轻快旋律搭上洗脑歌词，七位乐天女孩27号前进奥克兰运动家台湾日，赛前表演跳自己的歌，展现独特应援魅力，还邀请啦啦队员林湘当开球代表。好来哦！虽然不小心挖地瓜，但一个弹跳还是进了捕手手套，完成难得的开球体验。就是有点失误，来不及改变那个球的角度，球就离开我的手，然后它就出去了，太难了啦，因为多多练习。现场有超多华侨，有台湾的国旗。场边侨胞热情欢迎，女孩一出场手机狂拍，还有粉丝兴奋到边叫边跳，秀出手上这张乐天女孩2022发行的 EP 应援支持。可以在越过一个海洋的地方，然后看到这么多台湾人，觉得其实是很兴奋很感动的。奥克兰运动家队主场第二次举办台湾日活动，参加人数比去年多10倍。林湘说，看到异地这么多台湾人很感动，以台湾人为荣。球团领队受访也强调，这回参加台湾日不只推广棒球文化，乐天女孩演出也让台湾被看见。三立新闻李文山、曾家轩台北报道。